球拦住，转身传本垒，在本垒之间要造成夹杀，再回传，再跑，再回跑，啊，已经是跑离动线了。对，余生旭呢是在垒间被夹杀出局。嗯，还到这个得跑。王维成呢，很快的把这个球给拦住。那已经启动的余生旭呢，一看苗头不对，那只能在垒间呢，看看能不能够争取一些时间。现在是两出局，跑者分战一二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ggy， 不想要错过精彩赛事，请锁定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Twitch哦。